歡迎大家嚟到我哋明日站嘅 YouTube channel， 今日係我拎為大家介紹短片嘅時間啦。咁嚟緊咧，仲有兩個星期就會到聖誕節啦。咁咧，可能大家都會喺度搜羅緊聖誕節禮物去送俾你嘅另一半。咁如果大家睇到呢條短片嘅時候咧，可以做一個參考，因為以下推薦嗰三個款式咧，咁性價比會比較高啦。大家都依三個都係萬零蚊，咁 budget 咧又 OK 喎。咁呢三個咧，其實都係同一個系列，只不過個肩帶會有少少唔同咯。一個就係鐵鏈，兩個就係皮帶。咁佢因為佢全牛皮咧，就會配咗一條皮嘅肩帶 ；PVC 咧就會配咗一條金屬嘅鏈帶。咁其實咧，三個嘅內格大細完全係一樣。咁首先咧，佢個內格咧打開咧，會係一個鏡皮入邊做咗內格嘅設計。咁中間呢度咧，其實好貼心，仲可以俾大家放手機添。咁另外依個細兩邊依個拉鏈格數其實係大細一樣。咁依邊咧就會仲有一個卡位，可以俾大家可以放卡。其實同一個Walling on Chain板係冇分別嘅。咁咧依個就會配咗鐵鏈啦，跟住兩個牛皮嘅就會配咗皮帶。咁其實大細原理都係一樣嘅啦。只不過大家配的壓花會不同，這個就是用了它的大 logo 花，這個呢就會比較斯文和成熟一點，它會配了它的 LV 印花字在裡面，這個就會比較低調一點，三個之中。其實呢這三個呢，因為呢 LV 我們現在都會比香港末市優惠的價錢，還有這幾個呢個設計都比較簡單和易襯。咁而牛皮咧，佢會配咗一條皮嘅肩帶，皮嘅肩帶咧仲好貼心，可以調節長度，咁可以適合唔同身高嘅女士去使用啦。咁如果鏈條這個呢個咧，個長度會係大細啱啱好適中。如果大家可以當做腋下包嘅咧，可以買鏈條調節扣去扣短佢，佢就可以變成一個腋下包去使用。咁咧，依家 LV 咧，我哋都翻咗好多大量嘅新貨。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咧，可以嚟到我哋尖沙咀門市親自去選購嘅。咁嚟緊聖誕節啦，可能好多都喺度諗緊買咩禮物嘅時候咧，大家可以有興趣可以親臨我哋門市去選購下。咁我哋有好多品牌嘅。咁如果你哋大家話可能上網睇到先嘅，你可以下載我哋明日站嘅網站，我哋公司網站都會即時更新到貨品嘅存量，或者可以下載我哋 IG 啦、Facebook 啦，好多個渠道，大家亦可以 WhatsApp 我。問最新的資訊，今日分享到依度為止，拜拜。